想尝你的香肠嘴巴。哇，香肠好吃耶，嗯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啊，哇塞，还有这么多大心瓜。没有，啊，那没办法啊，就是买大送小啊。我本来想买一个大的，啊，一个拼盘就好了。那就买小就好了。现在这个孩子披萨很没销，你要把它记录在你的手机上面。我像那个什么，我会把那个拿坡里大概这次买什么东西，我就记录在那个电话下面，当作备注这样。对。那，啊，所以上次涨价我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因为你不要骗我，我每次都买一样的。这个小孩今天有吃很饱了，嗯，那个香还在吃这个香肠，哦，吃这个很好吃的香肠，哇，哦，啊娘喂，好了，最后这个影片拍完我也开工了，嗯，哇，这个影片，咦，手不要放上面。你手油油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摸在上面那个沙发也会变油油的哦。哦，那坐下去那个全身都是香肠的味道，还有蚂蚁跟蟑螂也会跑过来哦。哦，所以待会吃完的时候就可以去洗洗手啦。你吃完了。嗯。去洗手。那谁叫洗手？